电台罗曼史是韩国 KBS 电视台于2018年1月29日起播出的浪漫爱情剧，由文俊阁执导，全有力编剧尹斗俊、金所炫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 TOPS3AR 石秀浩尹斗俊氏。尽管表面看起来出生在明星家庭的他光鲜亮丽，拥有一切，然而他却是一个整个人生都如同剧本一般被设定好的不幸福的明星。当他遇到少年时代结识的明朗电台作家宋可林金所炫氏之后，决定和宋可林做搭档，成为电台 DJ， 进行一次他人生的反抗。加油吧飞机机是韩国 JTBC 有线电视台于2018年2月5日起播出的喜剧，由李昌民执导，金基浩编剧，金正贤、李一庚、孙成元、郑仁轩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梦想成为电影导演的倒霉鬼东九、机智满分的生计型演员俊吉，以及半个无业游民的自由编剧斗志。三个年轻人在面临人生危机之际，在民宿危机中所发生的故事。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于2018年3月30日在韩国 JTBC 电视台首播，安汉熙执导，金恩编剧，孙艺珍、丁海寅主演的浪漫爱情剧。尹真雅孙艺珍是咖啡店的超级采购员，人过30，但在工作和爱情上都没有成就。这时她的闺蜜徐景善的弟弟徐俊熙、丁海寅是结束海外工作回国，之前就像亲弟弟一样的她突然变得不一样了，这让真雅感到困惑不已。电脑游戏公司的企划兼游戏设计师徐俊熙在完成了海外工作后，时隔3年回到了韩国总公司。原本因为期望自由的生活，对调回总部感觉不太乐意，但是在重新遇到尹真雅后，所有东西都改变了。虽然是不能显露出的秘密，但是总是想看着他，想抓着他的手。自韩国翻拍人气美剧《金装律师》，由金振宇执导，金正民编剧，张东健、朴炯植等主演的电视剧，于2018年4月25日在韩国 KBS 电视台首播。该剧讲述的是拥有一切的最棒的律师和有着天才记忆力的假新人律师在韩国最棒的律师事务所里展开的故事。疯了因为你是由玄帅介指导，朴美玲编剧，李玉英、金善浩、金胜柱、全杜云、柳慧琳、朴孝珠主演的爱情喜剧，于2018年5月7日在韩国首播。该剧讲述8年里一直都是朋友的两个男女，因为一夜情而发生的感情变化。李玉英将在剧中饰演男主金来玉，8年的女性朋友，法语同声传译韩冷星一角，是一个朝气蓬勃，无法预测他下一秒会做什么的角色。金善浩饰演金来玉，他是外貌和性格兼具，前途不量的画家，同时也是韩冷星唯一的男性朋友。他具备来者不拒的自由灵魂，某一天他和一直以来完全不把他当女人看待的韩冷星经历了一次突发事件之后，恋爱创作都不如意了，陷入了低谷，并领悟了真爱。减法男女是由敏智恩、袁英石编剧，由卢道哲执导，郑在勇、郑柔美、李一庚、朴恩硕主演的犯罪悬疑剧，于2018年5月14日在韩国首播。验尸挑剔 X 完美的怪咖法医与调查加害者活泼 X 黑洞的菜鸟检察官特别的合作。无法律师是韩国 TVN 电视台推出的悬疑剧，由尹贤浩编剧，辩护人共主执笔，金哲民 PD 狗和狼的时间，傲慢与偏见指导，李准基、徐瑞芝、李慧英、崔民秀主演。于2018年5月12日21点首尔时间首播，以假想城市启程为背景，讲述了以法律和拳头为武器的无法律师奉上臂，为报母亲之仇，孤身一人站在正义的法庭之前，对抗无所不能拥有权力之人，寻求一个正义的世界的故事。这是一部刻画只为了复仇奔跑的律师，描述他的复仇之路和成长之路的法行动作剧。过来抱抱我是由崔俊培指导，李亚兰编剧，张基龙、秦基周主演的悬疑爱情剧，于2018年5月16日在韩国 MBC 电视台首播。此剧讲述因过去一桩杀人案而过上错综复杂波折重重人生的一对男女的故事。你也是人类吗？是由车荣勋和尹俊豪指导，赵静珠担任编剧，徐康俊、孔生岩等担任主演的爱情科幻剧，于2018年6月4日在韩国 KBS 电视台首播。该剧讲述财阀30陷入了昏迷状态，他的妈妈制造了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